敬的诸位法师、诸位同修、诸位大德，大家早上好。我们昨天提到几个重要的人生态度，而这些人生态度能够让我们人与人的关系啊，能够越来越融洽。因为人生呢，大半的烦恼都来自于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对立，甚至于是冲突怨恨。而要化解这些问题呀，我们才能让家庭和睦，这样是齐家，进一步治国平天下，甚至于是爱护啊大自然，都是从啊亲亲而人民，亲爱自己的父母，因为仁爱之心呢、它是从孝悌啊自自然然生起来的。教以孝，所以尽天下之为人父者也；教以悌，所以尽天下之为人兄者也。所以很多我们在跟一些朋友们交流的时候啊，他们都说呢，我很想爱人啊，都爱不起来啊，他们也很苦恼啊，因为学的是大乘佛法，为什么人都爱不起来？那这位朋友，为什么人都爱不起来？因为对自己的父母，对自己最亲的人，没有真正的关爱之心。一下子呢，一层楼都不爬，一步都要爬上梯去了。一定要做人啊，要从德行的根本孝道开始做起。所以儒家告诉我们，福孝德之本也。佛家释迦牟尼佛说道，三世诸佛敬业正因，都是从这个孝道开始做起的，是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而真正孝养父母、落实在哪？就落实在慈心不杀、修十善业上。我们一切身口意都是利益他人，都是成就他人，这叫立身行道。这样我们的父母会非常非常的欢喜，以显父母，大孝显亲。而这个以显父母那绝对不是说父母去世以后我们才来显，当下我们能依弟子规修学，依圣贤教诲修学，当下就能以显父母。不只是以显父母，甚至于曾经疼爱过你的这些叔叔舅舅、这些长者，他们都会与有荣焉他说那个是我外甥，那个是我侄子。因为当我们对社会有贡献的时候，那会赢得众人的肯定。所以有一位老师，她也是三十多岁而已她是一个女老师，她是在海口那个航空站上班，也算是公务员工作。那她来听了课以后，因为她自己也有小孩，所以她自己很受益，她希望呢更多人能够得利益。所以她每一天每一个礼拜坐回自己的家乡那个来回都要一个多小时的，来回都是自己出车钱，然后回去把他这些邻里乡党的孩子召集起来教弟子规。那他要回去教以前呢，他有来跟我提到这件事。那这一位老师我们一起呢修学了差不多也有三四个月他没有跟我讲过话。直到他决定要回自己的故乡去奉献的时候，
啊，他才呢到前面来呢跟我们交流啊，应该如何去做，他要如何去提升，所以他有这一份承担呢、啊，很多的助力啊就进来了。所以责任的承担是成长的开始，他就自己呀、啊、会去找方法了。有心的人啊，方法一定会找到。找不到方法是什么呢？心不够真。所以宁为成功找方法，不为失败啊找借口。我们昨天已经提到建立理智有六点哈、哦、我们稍微来复习一下。诸位朋友，这个人的这一部机器哈、哦、不多用哈、哦、就会慢慢的就坏掉了。多用会越用越好，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不然真的很多似是而非说啊，人越老记忆力就越衰退，这一句话有没有道理啊？这一句话是谁讲的大家知不知道？就是那个记忆力一直衰退还要给自己找台阶的人。你看我们施工97岁奖金要不要翻稿啊？诗经说什么，书经说什么，为什么他那个常常用心常常用脑嘛，所以那个他那个功能都保持得很好嘛，那你不用了他慢慢慢慢就退下来了。而且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啊，是因为啊我们年龄越大可能执着越多，执着越多啊就把智慧给障住了，欲令自迷利令智昏，你有贪着了，你的智慧啊，记忆力就开始衰退。所以因为还没闻圣教啊，我们执着啊，所以记忆力也好像呢慢慢在衰退了。但是后来这个10年前开始接受师长的教诲，我们坚信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所以这个信心起来了，力量就起来了。相信人之初性本善，相信自己有万德万能。你看《三字经》里面讲洛阳号82啊，魏大廷魁多士，梁浩啊82岁才考上进士呢。你看他站在那里呢，他都还没说话，底下人对他佩不佩服啊？人家活到老学到老，考到80几岁了都不放弃，自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刻苦。所以我们的老祖宗圣贤人演得这么彻底啦，我们要对得起他们的表演，要承先启后，他们能做到我们也能做到。而且说实实在在话，要能够扭转现在的社会风气啊，我们的道德修养必须比古圣先贤还怎么样啊？还高，而且要高很多才行。这是客观的分析哦。好，诸位朋友，当我们听到要比古圣先贤还要高很多，还是要比古圣先贤高很多，突然想起孟夫子那一句话，当今之事舍我其谁啊，当仁不让啊，挺身而出。所以事有百折不挠之真心啊，这个心真的发出来，方有万变不穷之妙用啊！得慈悲为本，方便为门。而慈悲跟方便啊，是一不是二啊。没有方便呢，是慈悲心不够啊。不然呢，真正有心啊，方法一定会找出来的。
所以刚刚我们提到的临未成功找方法，不为失败找借口，这个是第七点，我们先把这里复习完。第一点是人之初性本善，第二点呢，从因可以得到好的果，从果可以推原因在哪里，活得明明白白。第三，随顺圣贤教诲。第四，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第五点是掌握情绪才能掌握未来。第六是自己啊，对不对，自己好不好最重要，先不要求别人，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啊。为什么还有人埋怨我们？一定是我们先要求别人，没要求自己。第七，宁为成功找方法，不为失败找借口。这一位女老师，她自己家里受益了，你看亲亲而人民，她很自然的希望别人的家庭也能受益，尤其是回自己的故乡，饮水思源啊，知恩图报。在这3年多啊，我也走过了不少地方，常常还有机会呢啊，比方我回海口、回深圳，回到北京，回到山东去，我都会啊很自然的说回。假如我说我要去海口，那海口的人呢会给我举牌子抗议，你是我们海口人，怎么可以说去海口，要说回海口。所以人情不可服啊，你说我要去你那里，我回那里，那感觉一不一样啊？不一样。但是说实在的，我们是真心的讲出啊，我要回海口，我要回深圳去，我要回家啦。哪里是家？有爱的地方是家，有感恩的地方是家。假如没有爱，没有感恩，那只是旅馆而已啊，那不是家啦。所以每一个地方啊，我们都深深感受到当地人对我们的那一份爱，而我们时时记住啊他们那一份恩德。不然我孤身一个人在那里怎么可以发展起来，多少人尽心竭力的护持帮助，这样的恩啊我们要记在心上。所以每一次回到这些地方啊，那都是回家的感觉。而其实这一份感觉啊，在我坐飞机啊要下到海口的土地上，海南海口的土地上，这一份感受啊我提起来了。因为当初很多年前呢，我在念大学呢，遇到了一位好朋友。这位朋友啊，欧洲、美洲啊，走过不少地方，啊，他的成绩也很优秀，他27岁就拿到博士学位了，啊，现在也是大学里面呢的一些，最近我比较没联络，应该也是教务主任啊这一类的工作。他曾经跟我提到啊，他说他每到一个国家地区，一定把地上的土壤拾一把起来，然后装在瓶子里面。每当他回首自己的这个人生过程，哎，看到每一瓶这些土壤，哦，这个是伦敦的，这个是纽约的，他每每看到呢这些土壤的时候，就想起我那一个月，我那一段时间在这个地方，这地方的人对我的恩，对我的照顾，他都念念不忘。对，诸位朋友，谁是幸福的人啊？幸福哪有那么遥远，能时时感恩的人，那是最幸福的人。而当我们时时感恩呢，诸位长者，当一个年轻人时时感恩我们，那我们会怎么对他？那真的是
倾其所有的栽培他、照顾他。所以真的成就一个孩子啊，孝心、感恩心是根本啊。所以当我要踏到海口的土壤，我突然想起了我朋友的这一段话。那不只要感谢人啊，因为我们现在学佛了，到一个地方，所有十法界的众生都在护持着我们啊，以至于我们的这老祖宗啊都在护持啊。那时候我刚到海口啊，我们有一些老师啊，我们开的第一班呢、啊，这个读书会，诸位朋友猜猜看有多少人？十几个人。十几个人开了第一期之后啊，这十几个人啊，几乎现在呢，已经分散在祖国各地了。有的到这个广东梅县负责，有的到汕头，有的到山东，有的到庐江去了。所以虽然人不多，但是各个人啊，都是真诚的发心。所以我们不用排场，我们要的是真心。所以虽是第一期啊，人数最少，但是这些老师现在啊，都已经啊负责一方的中国文化的推动。而当时候聚在一起的时候啊，我就跟他们讲了一句话，我说恭喜大家，我们居然在海口碰面。他们就很纳闷，为什么在海口碰面要恭喜？他说你们过去呀、啊。我就跟他们讲，你们过去呢一定都是忠臣，然后被贬到海口来。你看以前海口叫什么蛮荒之地啊，那个被判到海口，被判到广西广东哦，那个差不多都是一命呜呼的命运了呢。因为那时候都没开发很多那种瘴气啊，对人的身体很伤，你假如没有真正的浩然之气啊，到这些地方都忧郁而死。结果你看苏东坡啊，到了海口活得很好，因为苏东坡啊有正气。而苏东坡的正气啊，还跟谁有关呢？跟范仲淹的祖宗范滂有关。啊，这个分析起来的话，大家会真正觉得所有的这个炎黄子孙啊，真的是一体啊。你看范仲淹是不是我们的祖宗啊？他的教诲深深的感动我们，提携了我们啊，他怎么不是我们的祖宗？是因为啊，在汉朝的时候，这个范滂他是一个忠臣，非常的正直。而那时候东汉末年呢，朝廷已经比较腐败了，他是登车揽辔啊，他坐上车来了，他告诉自己啊，慨然要澄清天下的志向，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这是范仲淹的1000年前的祖宗。而1000年后啊，范仲淹很小的时候就说出啊，慨然以天下为己任啊。你看祖宗1000年前的精神传到1000年后依然啊。诸位朋友，我们到底留给子孙什么？我们已经留了什么？不会是留了打麻将吧？那一天我们办重阳节办课程啊，来了2000多个证明，把整个大街封住了，像在过年一样很热闹。因为是重阳节，所以是尊重老人，老人都坐前排，然后前面都摆着啊这些瓜子啊水果呢，请老人家吃。哇，那个老人家每个走进来都嘴巴都笑到快要裂到这个耳朵来了，很高兴。
然后就有很多小孩都在前面听课。突然我们说，来，我们证明有什么问题啊，可以问。结果证明没什么问题。小朋友呢，问了一个问题，他说：“老师啊，打牌是不是赌博？”哎，你看，小孩在想这个问题想多久了？你看他可能每天都看到那个场景啊，到底我们留给孩子什么？家风就是你留在孩子心田中的风范。你看，我想到我父亲是什么？想到我父亲是在那里给我母奶奶按摩啊。想到我父亲是开车的时候连喇叭都不按啊，然后看人家开快车马上脱口而出，快也没快那五分钟嘛。所以喇叭我也不会按，快车我也不会开。为什么？父亲没有给我这个榜样嘛，坏榜样嘛。你看，我们回想到母亲是什么？是看她教书教得很认真啊。有时候下课的时候，刚好那时候我母亲跟我同一个学校啊，去的时候看母亲累了趴在那里，都是尽忠职守的榜样给我们看的。甚至我的奶奶，你看留在我们脑海里啊，我的奶奶就是呢，非常的节俭，一张卫生纸可以用好几次。然后呢，走到哪呢，电灯就关到哪。哎，那时候觉得，哎呦，妈卖强干呢，不要省成这个样子嘛，哈、哦。可是你看呢、啊，那就是德，德行啊，一定感我们的良心。只是呢，是感一年就现钱呐、啊，还是感十年才现钱？所以我的资质太差了哈、哦，奶奶的风范十年以后才起作用。后来自己赚钱呐、啊。我们家三个孩子还有两个姐姐，三个人呢都很节俭，比我父母还节俭。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始祖是奶奶，所以呢，我们跟奶奶学习到了这个态度。但是节俭要对自己哦，所以有时候我们持戒哈、哦、要很清晰哦，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不然持过头了哈、哦，旁边的人看到我们都神经紧绷，那叫恼害众生。持五戒就没持到第一个不杀戒了。所以今天在道场里面，假如来修学的很多都是老太太，都是老公公了，你把所有的灯关的都差不多了，他起来在那里摸半天还得了啊？很多事情哈、哦、是没有重来的机会哦。假如因为摸摸摸不小心跌下去了，那可能严重到啊，我们都很遗憾哦。所以持戒啊，要懂得全变哦。所以孔老夫子、啊、说：“学道立全”，这个就是勘验我们学问学的境界到了。我们现在在学，哎，这几点我们学了之后说好，我马上回去立行，叫道。再来立呢？当回去之后呢，大家说啊，你少来了啦，你几两重我还不知道吗？这个时候啊，情绪要怎么样？好，人家说你少来了，你几两重我还不知道，你马上跟他鞠一个躬，对不起，我以前对不起你们的地方太多了。他假如继续讲说再对不起，多敬一躬美论，那你要把真诚心拿出来，这个叫屹立不摇。那可与立，未可与全变。但是求学问就要达到通权达变，那很多的戒律啊，只要我们能抓到慈悲为本了，那要通权达变了就不困难。你看那个小孩子，哎，小孩子问这种话呢，我们都可以感受到，大人德行好还是小孩德行好啊？所以我们真的哈、哦，愈话愈等得病。我到大学去讲课的时候啊，我就跟大学生讲，你们是小学的时候德行好还是现在德行好？他们也很老实，小学。
读书是智慧德行越读越高呢，奇怪，我们现在怎么越读越低？这个就是啊，该教的没有教，不知道知所先后。对，老祖宗讲，事先弃事，而后闻义。一个读书人，事先弃事，而后闻义，这也是知所先后啊。我们回想到这100年来啊，文化的浩劫，包含文言文啊被废掉，参与这个工作的人大半都是读古书的人，他的整个文学造诣都是因为读了古书啊，他才有这么高的境界。可是你看他回过头来怎么样？过河拆桥呢？因为他只有学到文艺，学到技能，他没有恢宏的气量跟深远的智慧。我们希不希望再培养出来是糟蹋毁灭文化的人才啊？假如我们现在只是来，孩子你就赶快背越多越好，然后他的德行都没跟上，那个就已经又在创造往后毁掉文化的人出来了。前世不忘啊，后世之师啊。你看他学了以后没有德行啊，他以后会觉得我比圣贤人还厉害啊，圣贤人死骨不化。真的要随顺圣教啊，要从德行扎起啊。我到一所大学去演讲啊，刚好那时候间隔了一个月啊，我到去年因为到马来西亚去演讲，回来之后啊，刚好有一段间隔一个多月，我继续讲，我在那个学校讲了一个学期。结果他们当地的这位大学老师啊，就跟我讲啊，他说：“蔡老师，我们这个中国文化要赶快讲啊，像救火灾一样。”我也不是很懂他的意思。他接着又说啊，在这一个多月期间，我们又学校邀请了一些所谓社会的成功人士，这个成功两个字要打括号啊，诸位朋友，什么叫成功？你们都不知道，代表你们都没有受污染。现在的成功叫有钱叫成功啊，所以就邀请那些赚钱很多的人来，结果他们一站上来，对着大学生讲：“诸位同学，你们这一辈子要成功，首先要把道德两个字放下。”哇，那个老师坐在底下的战战兢兢啊，还得了啊，把邪师请到哪去了？我们这个时代啊，要赶快有理智有智慧判断啊，不然真的把邪师通通请到大学的殿堂上面去讲。你要把道德放下，只要不杀人，只要不放火，只要不犯法，其实那个不犯法是只要犯法不要被抓到，什么事都可以干。你看哦，这些人都很有才华哦，他不可一世哦，可是他没有德行，这样会真的搞得天下大乱。所以我们为什么不敢停下脚步来？因为我们晚一天就差很多。所以当初啊，我本来是要实习一年了，我说我不实习了，我要赶快去教书，我考代课，佛菩萨保佑了，很顺利也就考上了。记得我在补习班呢，有一个很刻苦铭心的感受。当时在补习，教语文的老师啊，给我们讲了一件事。他说他有一个学生，常常啊
会感觉旁边有人跟他讲话，那就已经着魔了，就很难受很难受。这是他第一次讲。过了两三天呢、他又来上课了。他对我们说啊，他说我这个学生啊已经自杀死了。他的学生这种情况啊，跑到佛寺去住，因为太恐惧了，都有人跟他讲话，就到了佛寺啊，情况呢改善有限呢，他受不了了，就自杀了。那时候是老师上完课啊，是晚上了，那我骑着摩托车啊回到我的家，在这个过程里面啊，我的眼泪就掉下来了，说假如我现在智慧够，我能去讲几句诸法实相啊，直接把道理给他开解清楚，他这一条生命啊就不会结束了。那只怪我们的智慧不够啊。而当一个年轻的生命陨落的时候，那将是他的父母所有爱护他的人啊一辈子的锥心之痛啊。所以当我们看到自杀率在攀升的时候，我们的内心啊都是非常的难受啊，很焦急啊，要赶快提升我们的能力啊，不能再等啊。所以我们为人父母、为人老师、为人长官的，教育好我们的子弟啊，那是我们的责任啊。所以我们不怕吃苦，我们不怕磨练，只怕能力提升太慢啊。所以当我从澳洲晋中学院回来，我的同学说，哎，我们学校刚好呢有一个老师教40年要退休了，就6年级下学期呢他不想教了，就这个学生真的是不好带了，所以他下学期不教了，得有代课老师来，但是这个班是全校最难带的，不入虎穴怎么样焉得虎子，而这样的磨练呢，对我们的能力的提升是最快的。所以宁为成功找方法，不为失败找借口，绝不退缩。所以我们这一生有一个人生态度，只往前进，此生绝不往后再退。什么不往后退呢？不随顺习气叫不往后退。不止不随顺习气，起心动念都不起妄想分别执着，要有这种目标，一起来马上阿弥陀佛把它打掉。所以妄想千般皆不管，一句佛号要分明，纵使碎骨粉身也不忘失正念，连死都不怕，就怕这句佛号提不起来，勇往直前的冲。我不知道我们现在宝岛大学生自杀率高不高啊？在大陆啊，听了都吓死人啊！一个礼拜之内啊，同一所学校有3个人自杀，其中一个是学校的老师。再不把人生的智慧传递开来，又有多少的这种灾难要现前呢？有一所很知名的大学的研究生，他读书越读越苦闷啊，结果呢他就去问他的指导教授，说教授啊，论语第一句话明明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可是我怎么读书读了10多年，越来越苦啊。诸位朋友，现在你的儿子站在面前问你，妈妈爸爸，不是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吗？为什么越读越苦啊？
他的指导教授跟他说，我也是很苦啊。他听完以后很难过，不死心，又去找了学校知名度很高的老师，找到了其中一个最受学生欢迎的老师之一，他就去请教他，老师为什么越读越苦啊？这个老师马上正襟危坐告诉他，人生本来就是这个样子。你看啊，所有站在老师位置的人，到底讲的是正知正见还是邪知邪见？我们当老师的人自己知不知道啊？我们当父母的人自己清不清楚啊？所以真正思考到这个点上来啊，教儿教女先教自己啊。那这一句话也是当老师的也是一样的心境啊，教儿教女，你没把孩子当，没把学生当自己的小孩，教不好的，先教自己。因为你没把他当自己的小孩，你就会嫌弃他。有一位老师啊，他在教一个孩子，这个孩子行为啊比较偏颇，教到呢实在他快要忍不住了，就是很想把这个孩子放弃，但是因为学佛啊就会有挣扎，这样好吗？突然他就起了一个念头，假如他是我的孩子，我会怎么做？你看这个念头一起啊，他没有其他想法。我们学佛人都不能有这种心境，这个大乘佛啊，大乘佛法的学子啊，这个叫做空有虚名啦。好，诸位朋友，在这里要跟大家道歉，好，因为啊，讲了太多实话，实话呢特别伤人，好，对不起啊。师父啊，慈悲到极处了，都跟我们讲实话，我们肯信受啊，那是人生最大的福分啊！我们真的要增干啊，要扩宽胸量啊！所以我们有了这个高度的敏锐度了，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要当榜样。所以有一个小孩啊，他读小学，一个小女孩。有一天回到家里啊，那刚好就闻到母亲啊煮很香的食物，那个香味扑鼻。他闻到以后呢，想都没想啊，不经意的就是一句话说：“给奶奶家送了没有？啊，给奶奶家端了没有？”就当他这一句话讲出来的时候啊，全家哄堂大笑。他也很纳闷，你们笑什么？他母亲呢就说了，说你们三个孩子啊，因为他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你们三个啊真的是同一个娘胎出来的。因为他的哥哥啊比他先回来，他哥哥一进门啊闻到香味，第一句话就说：“给奶奶家端了没有？”接着他姐姐进来了，一进门闻到香味也是给奶奶家端了没有。他是第三个进来的，所以他那一句话一讲那全家都会心一笑。这个叫家风啊。诸位朋友，我们现在的家风是什么？我们心里要非常的明白啊。而我们现在这个家风能不能传千年后世不断啊？假如我们现在都没有这种气概，请问我们能传多久？那一定一代都不见得传得下去了。所以子孙的命运跟我们是一体的。所以我非常感恩我的爷爷啊，假如没有我的爷爷坚持，当初
家里非常困苦，小学毕业了，我很多堂叔啊，他们都开始一起去工作了。那我的爷爷坚持啊，我已经没有读书没文化，我的痛苦了，我不希望我的孩子再继续痛苦。这是为人父母啊很自然的心境啊，为人老师也是一样啊。我自己读书读了十几年哦，栽在那个考试堆里，我很痛苦啊。我自己当老师要不要这样残害学生啊？要不要？对呀、啊，可是说实实在在话，我们被升学主义压得半死的哈、哦，真正去当老师的继续压学生，因为其他不会，只有这个会。父母老师深思啊，人生的遗憾不要再给下一代继续痛苦下去了。我们常常举一个例子啊，我今天走路走路突然跌进去一个坑洞，摔个四脚朝天，哦，很痛啊，爬起来抖落身上的灰尘尘埃，然后爬出这个坑洞，下一个念头是什么？诸位朋友，我们良心要时时提起，我们会不会跌下去起来说有够衰啦，不可以我一个人衰啦、哦欸、现在这种心态很多啊，一听到别人离婚了很安慰，不是只有我而已，一听到别人孩子能教，哦，幸好他也难教，那不是只有我受苦，要不得啊。人的福分呢，就在这个一念当中啊，都在折损。所以为什么呢？我这个前几年工作、啊、这么不顺，一年可以换个八个十个工作，没福，做什么都做不成，因为啊，思想折服。在那个求学过程当中啊，初中也好，高中也好，看同学考得比我高，很嫉妒，看同学考得比我不好，马上走过去，哎，我昨天就没念啊，就考这么高，人家已经心在滴血了，你还捅他一刀，福就是这样流掉的、啊、我们有没有可能跌完之后然后躲到草丛里面去，哦，紧了紧了，有人再来跌一下，我平衡一下我再走，那不可能这样嘛，好，那一定是爬起来以后当下听到了人机的啊，这个人的声音了，走来的这个迹象，赶快留下来，等他过来，哎，这里小心啊，别再跌下来了啊。接着呢，接着能不能想，哎，我已经帮一个人了，好了，走了，送佛要怎么样，送上西天去啊。你看我们帮人要有恒心，哎，那个自己一个没恒心了，我已经对他不错了啦，够了够了，自己不肯啊，彻底的爱心啊，还找借口。真的说到这里啊，我就很惭愧啊。有一次在礼佛的时候，对释迦牟尼佛顶礼啊，突然一道光啊，就射入了我的脑海里、啊。《梵王经》上说的、啊，佛陀已经是第八千次来到我们娑婆界了。当想起这一段经文啊，那个眼泪不自主就掉下来了。怎么忍心让一个大慈大悲的师父啊，老师啊？走了八千次，我们还在这里沉沦，还在这里伤他的心，太不应该了，不能再这么做了。所以一来啊，惭愧自己啊；二来啊，
在我往后从教的这个生涯里面，我没有资格啊挑剔我的学生，因为他们都比我优秀。我是劝了8000次都不听的人，我劝他们2-3次又有什么资格要求他们听呢？所以感受到佛陀的慈悲，我们的耐心啊就出来了。我们比起佛陀差太远了，圣与贤可寻自啊，我们要悟自报，悟自己。所以一定啊要做到底啊。那当然很可能呢先做一个招牌，在距离100公尺以前写着前方有个坑洞，是吧？写好之后呢，开始呢，因为人的善心发出来啊，就会有很多善心人一起过来，就开始呢一起把这个洞怎么样填满。诸位朋友，当人没有闻圣贤教诲啊，他的心啊就掉入了万丈的黑洞里面，罪恶的深渊里面。我们现在要把这个深渊啊，我们胼手胝足啊，同心协力啊，把它怎么样填满，不要让这个遗憾呢、啊、继续传给我们的子孙，让遗憾呢、啊、到此为止啊，让后代子孙呢、啊、想到我们的时候是非常的感念感恩啊。刚刚跟大家提到啊，这一位女老师啊回自己的故乡去教啊，车钱都是自己掏啊，不止车钱自己掏啊，有时候还拿回去啊这个试设法请这些孩子吃东西啊。而当他真正跨出去的时候，所有的助力啊来帮助他了，送书的送书，给予经验的啊，因为刚好海口有一些老师啊教书都教10年了，就赶快把这些经验跟他交流，因为他没当过老师。但是人有心啊，能力就能提升得快。所以他回去呢，有一次教啊，视诸父如是父，视诸兄如是兄，他就买了一篮的荔枝回去啊，然后叫这些孩子呢拿给这个邻里乡党里面呢、啊。年纪比较高的长者先拿，所以你看他当下呢，那整个乡镇里面那个气氛非常的融洽。那当天晚上啊，隔天就有很多乡里面的长者都打电话给他父亲啊，说嫁出去的女儿啊，从来没有一个这么样回报照顾自己的故乡。而这个例子在海口出现了。那我们非常欣喜的，在台湾这样的例子啊太多太多了，以至于现在在座的很多老师、啊、都做到了。好，我们也给这些老师、啊、掌声鼓励一下。真的啊，能感是我们的心呢、啊，所感的助力跟因缘，都是这个心啊自自然然就能感召来的。所以我们刚刚提到了我们所受的苦啊，不要再让后代子孙受，甚至不要再让我们眼前的孩子受啊！你看像我这种年龄啊，最常遇到的就是人家问你怎么还不结婚，好、哦，有时候长辈看到我们就摇头，掌握情绪才能掌握未来，这个叫情绪互相伤害，那个不是爱。我们常常都拿着爱哦，爱就像一把刀，我们在刀上写了一个爱，就觉得它叫爱，你不听我的哦，那个叫欲啊，不叫爱。很多，尤其我们这种年龄啊，女同学更辛苦，啊，
啊，他父母每天就在他耳边，赶快结婚，赶快结婚。突然呢，他实在受不了了，妈，你又不幸福，为什么叫我嫁？哇，那个母亲马上呢，愣了一下，眼前一片光明。对哦，我都不幸福，干嘛叫他嫁？明明就跌到一个坑洞里，还要把他推下去。明白了，但是只能撑30秒钟。啊，30秒之后呢，乌云又来了。什么是乌云？虚荣心啊，很怕走出去。哎呀，恁怎么给阿伯给哦？啊，恁给阿伯穿哦？我们现在拿一个天平哦，一个是虚荣心，一个是孩子的幸福，哪一个重啊？有一些话哦，点到为止。是啊，但是这个母亲呢，醒了30秒钟之后呢，突然又说：“反正你就是给我嫁就对了啦，公阿贼。”我们要冷静啦、啊，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啊！女儿的幸福啊，是先嫁老公啊，还是先开智慧啊？先学判断力啊？她都没智慧、没判断力，她会找到好的老公啊？不要用老公太粗俗。他会找到好的夫君吗？他找不到好的夫君，你问题解决了吗？那个撸木撸大坑啊！到最后呢，女儿要烦恼，女婿要烦恼，他生出来的孩子更要烦恼，真是烦恼到连要闭上眼的那一刻都还在烦恼。所以要先让女儿学德行啊，所以她先什么？先学《弟子规》啦。她说：“可是她年龄都大了，等她学完不就已经……啊，没关系，边学边看。啊，有时候哎，自己判断不了，很简单，丢一本《弟子规》给她可能考虑的对象，丢过去，那《弟子规》是照妖镜一照。”是正是邪是妖是正人君子就知道，他假如接过去以后，哇，这本书太好了，然后又看，他真的在笑哦，他真的在爱人啊，这样就比较稳当啊。所以要理智啊、哦、不要意气用事啊、哦、不要太操之过急，欲速则不达。好，这一节课呢我们先讲到这，谢谢大家。